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欣赏这样一场比赛，解说席上依然是苏东和王涛。有一场小组赛的争夺将在这里进行，对阵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美国女足。主队的小组揭幕战只是拿到了一场平局，今天这个主场目标肯定是全取三分了。犯规了，裁判的哨音也响了，把球拿住，没有起大脚，王双没能解围啊！观众顿时沸腾起来，因为这已经进入他的射程了。他一直带球向前，漂亮，这次他是球队的救星。安迪苏利文传给了霍兰，应该有了吧。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就制造了这么好的机会，哎，可惜最后没有转化为进球，是吧？这球如果打进了，绝对是一次梦幻的开局。好在比赛时间还有很多，他们应该还有机会。没错。娄佳慧，王双，防守队员抢先把球破坏出来。特里尼蒂罗德曼，亚历克斯摩根，他们再度控球，林塞霍兰，邓恩拿球。尽管是平局，但是进攻中啊，他们并没有急躁。近在咫尺了，看这个球，他没有给对方突破射门的机会。王珊珊，王珊珊，这个禁区内的断球太重要了。林塞霍兰，看看这次能不能转换为进球，机会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，这个进球还是没到来。那个球本来可以让他们取得领先的，如果他把握好的话。王双，王双直接打远射，只不过这样的打门依然不足以对门将造成威胁。邓恩拿球，一次成功的解围。王珊珊，王珊珊，他们熟练的倒脚真是精彩啊，看上去很有希望，可是希望被对手破灭了。裁判示意比赛继续，正确的判罚。哎，这视角好球啊，这本来是一个好机会的，但没有把握住啊。队友的支援来得很快，队友应该能拿到球，进球产生了，产生的平衡被打破，比赛会变得更有意思的。是的，落后一方肯定会更加的积极主动。
僵局被打破，目前比分1-0。娄佳慧，反击机会来了，预判到了，抢回了皮球。王珊珊，这是一脚极具威胁的挑传，对方的领先优势都还没有捂热呀，他们就已经把比分给扳平了。一脚精准的过顶球直接找到了前方的队友，在这种距离攻门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。目前双方是1-1打平，球已经出了边线接外球，这次抢断充分体现了他的意识和能力啊。张鑫，特里尼蒂罗德曼传给了桑尼特，林赛霍兰，他会怎么把握这次机会呢？精彩的发挥啊，门将注意力非常集中啊，不管你边裁举不举旗，先完成好自己的工作，哎，保护好身后的球门。中场哨声没有响起，补时1分钟，裁判鸣哨，比赛进入了中场休息。转播画面已经回到了奥林匹克球场的比赛现场，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已经开始，让我们看看今天谁能笑到最后。掐灭了对手的攻势，拿回了球权，眼花缭乱的技术，没想到他最后还是抢回了球权啊。特里尼蒂罗德曼这次进攻啊推进的很不错，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样。有机会，别浪费啊，门将还是碰到球了。双妹子王双拿球，看看张睿的处理，他们就是在这种娴熟的传递中寻找机会，但是对手没有犯错，拿到了球权。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，防守方还是没有到位啊，本来是很有希望的一次反击，但是希望被他们自己掐灭了。非常漂亮的穿越球，进了！再来看一次进球回放，这个球传的实在是太到位了，直接穿越了对方防线，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，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，肯定是万无一失。目前的比分是2-1。凯里奥哈拉传给了绍尔布伦，这是一个成功的铲球，
直 C 找队友，这球稳了，门将脱手了，球还在场上。哎，这球还是进了，这门将这第一下扑救已经很精彩了，这补射无能为力呀。再看一遍这个进球，第一次是打远门柱，门将扑到了，但是没有化解危机，随后跟上的补射将球打进，真是好球啊。他们要调整上场比赛的球员，比分被改写成3-1了。球被铲出了边线，接外球，这才叫持球推进啊。卡利奥哈拉拿球，起脚射门，门将这次发挥出色，角球啊刻意传得很小，前点有队友啊，起脚打门，这对门将来说不是太难，我都能扑出去。这是一次大范围转移，这边不行换一边打，邓恩拿球，看看他们如何组织这次进攻。看看这球怎么样，门将化险为夷，王双看这个直塞没有越位，还有机会，领先优势被拉到3个球，现在已经是无人能挡了。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，拿到球之后整个由守转攻的过程非常流畅，最后来了一脚精彩的推射，球在空中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直飞网窝，比分被改写成了4-1。一脚铲球把球抢了回来，对方的进攻就此作罢。这一脚啊有可能把自己铲出场啊，裁判向他出示了红牌，沮丧的情绪正在蔓延啊。从观众的视角来看，这多少有些竖起眼了，球直接从横梁上方飞了出去，卡里奥哈拉，邓恩拿球，拿球的是拉威尔，直接射门，好的，这球有了。这个球的传跑结合的非常好，刚刚好不越位，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，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，真是好球啊。双方目前战成了4-2。娄佳慧直塞球传得漂亮，就是现在，门将扑出了皮球，非常漂亮的扑救。张睿机会出现了，啊，没进啊，门将站出来化险为夷啊。亚历克斯摩根，摩根拿球，球传给了霍兰，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5分钟，位置非常好，又攻过来了，球进了，3球领先了，这个球彻底杀死了比赛啊。回顾一下这个进球，拿到球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反击，时机抓得非常准，反击质量也非常高，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，拿到这机会啊当然是不会错过的。中场哨就要响了，分差如此悬殊，大家不用再等了，穿越了对手的防线，出界了，接外球，他
有些心不在焉啊，这直接把球带出界外了。王霜，裁判示意补时两分钟，并没有打在门框范围内。林赛霍兰，林赛霍兰，亚历克斯摩根把球交还给霍兰，全场比赛结束。